课，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儿吧。Lesson twelve, leave the important items with me. 一听力，One listening. 第一部分，Part one. 第一到五题，听对话，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。 Questions 1 to 5.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喂,请问张经理在吗?他正在开会,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,好吗? 1. 你的腿好点了吗? 还有点疼，今天太阳不错，你带我出去吧。一，你的腿好点了吗？还有点疼，今天太阳不错，你带我出去吧。二，能帮我把这些行李箱放到上面吗？我搬不动。可以，我来搬吧。 二，能帮我把这些行李箱放到上面吗？我搬不动。可以，我来搬吧。三，对不起，先生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关上手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三，对不起，先生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。 请您关上手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四，黑板上的那个字怎么读？我也不认识，我查一下字典，找到了，告诉你。四，黑板上的那个字怎么读？我也不认识，我查一下字典。 找到了，告诉你。五，会议早就开始了，你怎么现在还没来？别生气，我十分钟就到。五，会议早就开始了，你怎么现在还没来？别生气，我十分钟就到。 第二部分 Part 2第 Questions 6 through 10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, 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 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六，我的包忘在出租车上了，钱包、手机和护照都在里面。他是出租车司机。六，我的包忘在出租车上了。 钱包、手机和护照都在里面。他是出租车司机。七，我很喜欢画画，但是没有人教过我，我都是自己学的。你看，这个小狗就是我画的，可爱吗？ 他不喜欢跟老师学画画。七，我很喜欢画画，但是没有人教过我，我都是自己学的。你看，这个小狗就是我画的，可爱吗？他不喜欢跟老师学画画。 八，老师，您昨天讲的那几个题，我今天就忘了，您能再教我一次吗？老师昨天没讲明白。八，老师，您昨天讲的那几个题，我今天就忘了，您能再教我一次吗？老师昨天没讲明白。 九。爸爸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他的护照。我今天上午帮他洗衣服的时候，在他那条蓝色的裤子里找到了。爸爸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了护照。九。爸爸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他的护照。我今天上午帮他洗衣服的时候。 在他那条蓝色的裤子里找到了。爸爸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了护照。十，我们需要换新的桌子和椅子。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跟我一起去看看。桌子和椅子都旧了。 十，我们需要换新的桌子和椅子。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跟我一起去看看？桌子和椅子都旧了。第三部分，Part Three，第十一到十五题，听短对话。 选择正确答案. Questions 11 through 15. 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.小王,帮我开一下门,好吗?谢谢.没问题,您去超市了,买了这么多东西.难得想让小王做什么? 十一，喂，我已经到公园西门了，你是在北门吗？我过去找你吧。你别过来了，我快到西门了。女的现在在哪儿？十一，喂，我已经到公园西门了，你是在北门吗？我过去找你吧。你别过来了。 我快到西门了。女的现在在哪儿？十二。我决定从明天开始每天跑一千米。真的吗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 难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二，我决定从明天开始每天跑一千米。真的吗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难的是什么意思？ 十三，13, 你把护照放在行李箱里了吗？没有，在我包里呢，这样拿着比较方便。护照在哪儿？十三，你把护照放在行李箱里了吗？没有，在我包里呢，这样拿着比较方便。护照在哪儿？ 十四，请问学校附近有中国银行吗？有，出了西门向左走两百米就能看见。女的要去哪儿？十四，请问学校附近有中国银行吗？有，出了西门向左走两百米就能看见。 女的要去哪儿？十五，火车站离这儿很远，坐车不太方便，我开车送你去。不用了，谢谢您，我还是自己打出租车去吧。 男的打算怎么去火车站？十五，火车站离这儿很远，坐车不太方便，我开车送你去。不用了，谢谢您，我还是自己打出租车去吧。男的打算怎么去火车站？ 第四部分，Part Four，第十六到二十题，听长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6 through 20,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，Example，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。 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，快点吧！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十六。 这是你画的吗？太阳是我画的，小猫是妹妹画的，真好看。画好了吗？还没有，我想在这儿再画点花儿。女的还准备画什么？石榴。这是你画的吗？太阳是我画的，小猫是妹妹画的，真好看。 画好了吗？还没有，我想在这儿再画点花儿。女的还准备画什么？十七，吃好了吗？要不要再来点米饭？不吃了。 家里还有西瓜吗？还有半个，你自己拿吧。好的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七。吃好了吗？要不要再来点米饭？不吃了。家里还有西瓜吗？还有半个，你自己拿吧。好的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八。喂，是小马吗？是我，周经理，您有什么事？我明天十点要去火车站接个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让司机明天九点前到楼下等您。男的明天要做什么？十八。喂，是小马吗？是我。 周经理，您有什么事？我明天十点要去火车站接个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让司机明天九点前到楼下等您。男的明天要做什么？十九。 你会骑自行车吗？当然，我以前经常骑车去上课。那你教教我吧，我一直想学。可以呀、啊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男的要做什么？十九。你会骑自行车吗？当然，我以前经常骑车去上课。那你教教我吧。 我一直想学，可以呀、啊。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男的要做什么？二十？你怎么才来？都八点一刻了。对不起，来机场的路上才发现没带护照。 出门的时候你怎么不好好看看呢？你一直给我打电话，我很着急，就出了问题。男的怎么了？二十？你怎么才来？都八点一刻了。对不起，来机场的路上才发现没带护照。出门的时候你怎么不好好看看呢？你一直给我打电话。 我很着急，就出了问题。男的怎么了？